張文光是一位為公義而堅持的人，在他身上你會見到威武不能屈的精神。他對社會有承擔，對教育改革有熱誠期盼，對業內和民主的抗爭他都是走在最前線，永不畏縮。主席，我仍然要求政府是停止殺校政策，推行小班教學。教改六年最大的失誤，就是一手建校一手殺校的政策。這個政策傷盡了很多校長和教師的心，亦都是教改異化和變質的根源，是香港教育最沉重的一頁痛史。我要求殺校的政策是立即停止，逐步去实现小班优质教学。施道華，我支持張文光參選立法會教學界的議席。我希望教師假如是反對殺校的、支持小班教學的，請你投票支持張文光。在9月7號投票的時候投票支持教協的代表張文光。多謝你哋。